按赞、订阅、加小铃铛哦。今天天气是几度啊？12度。妈呀！我在吃过那个沟，吃过一二三，吃过三次，两次在银座，也都是现在这么冷，还下雨。然后一次在山景凹累，也是风大到我快要中风。今天来吃，遇到12度，这是一定是一种诅咒。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看银座店的拉面跟台中中美街店的味道有没有一样。走，好，我们约7:30，很准时，现在是7:29。要吃这个拉面，首先你要克服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约你朋友来说，你可能不太会念那个字吧，对不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念？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沟，不是啊，是不同的沟啦，是那个篝火的那个篝，对，就是沟。我只是卖弄一下而已。很有感觉耶。不是，这是那个前菜，这个是那个蛋吧？茶碗蒸，茶鱼，茶鱼的味道。公盖修，我公盖修，这是松露，碟子很甜，所以只有一点点，可是好吃。鲨鱼味很重。而且它的午餐跟晚餐都不一样，好像我想要大碗的。这很浓郁的鸡汤吗？你觉得跟台湾的其他的拉面的鸡汤比？大家呢，好像挺普的，比较少那个鸡汤。感觉口感偏硬，然后汤还蛮浓郁的。但镜头一直照，看你们吃的不自在。真的耶，让我都试试掉。黄金味蕾来为大家判断，来看看它到底跟银座的本店有没有差别。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三井只有三井那里不一样。三井比较大，是就到这里吃就好。是一样的，威志哥，你现在吃到的是东京道地的。没有吃过三井，没关系，吃这间就好了。对，吃这间就好了。以后就来这家就好了。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他们是老板煮的，不是员工煮的，因为三井那边是员工煮的。可是他说可以选蛋跟原味。那时候我选的是浓的。啊，是。对，浓的还这样。今天点的都是，所以味道有差。他今天才开业第二天，这个时候人最少了，因为知道人。推荐你们来吃。松露鸡饭，松露鸡肉饭，松露鸡肉饭，看着很好吃。我在台湾一直在想这一味，然后就找那种松露酱油，浇上去的味道都不一样，就很好吃。加不太够，再加一点点。我回台湾都去买火鸡肉饭，然后加的松露酱油，很好吃哦。我们去银座吃的时候，隔壁的跟我们讲说一定要点这个，然后在银座的时候，他那个松露是放在桌上随便这样子加一下加，我还加入了挂碗掉，没有那么严重，很好吃。一样吗？还可以。这个表情就是不一样。最近那边松露酱比较多。要不要吃吃看？虽然跟银座的不一样，但是也不会太差。鸡肉很嫩，但是好像没什么酱汁。抹茶提拉米苏，酱酱酱酱。哦，一口给我。看起来很赞。好，专心吃拉面就可以了。好吧。跟你说总共多少？一次你自己不会卖酒吗？我有看到酒柜。那个是我们放
调味料。哎，调味料，酒还是当什么地址哦？不重点，来1000块送他的泡面。他有泡面耶。他这个到什么时候？只有5万，给你吃的，给你，谢谢，最大的赢家，最大的赢家，好吃吗？好吃啊，好吃。哦，对，去银座店的时候去了2次，都要排40分钟，真的很痛苦，那个过程寒风刺骨。来这边，马上有位置，真的不用去银座店了，味道也一样。谢谢你。我觉得以后拍片要先拍一下，然后再拍，不然那像刚刚这样的话，一时之间真不知道怎么办。在拍僵尸片，境界那一部片，他要出第二集嘞，好想去看哦。你是讲话，我被你吓一跳。因为讲话僵尸会来啊，他看来这样比不起来。很坏耶，声音那么大干嘛？受惊了，这样还要讲话。我妈妈说，有天要吃对方的骨髓，真的啦，以前的事情你有听过吗？没有，有啦。我刚刚洗胸还挂吹暖，有帮他点白挂吹暖。是啊，跟你上次那次来，我准备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跟着王美吃。A B C D， 那这个锅是什么？一级生乳感觉很没人缘，而且他要做这个形状，完全没有造型。那个大便的形状，然后下面是扁扁。噔噔噔噔噔噔，自带配乐。怪兽逆袭，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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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怪兽喝太多了，他吐了。这个怪兽他刚刚喝的是那个啤酒，然后因为喝太多，所以他吐了。真的？对啊。然后现在正在恐慌中。这个就要先从第一个地方开始吃，就是他的地方，因为。它是属蜥类的吧？恐龙啦，所以爬虫类的吗？那断尾会再长出来？不会。啊！你这过分。好贴心哦！这时候你要跟我这样出来，就对到眼。好啊！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小铃铛，你把那个横向的改成直向的，白痴哦，配件很难变。